哔哩哔哩漫画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INTO1-AK 刘彰，很高兴在423漫画节跟大家见面。然后呢，今天我要推荐几个我喜欢的漫画，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天。我特别特别喜欢一部国漫，然后叫做《反派初始化》，很多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知道这个漫画，因为我曾经为这部漫画呢做过一首主角的一个个人角色曲。就像中高处下的石头，没见过希望的人怎么感受得到痛？为何跌破一点微弱的光亮？那种感觉会挣扎挣扎，直到我最后的光，最后的光熄灭，谁又能够能够把我理解？所以就让我 falling down。然后还有一个，我最近发现一个宝藏国漫呢，叫《布天歌》，虽然它的更新是双周更，但我仍然觉得是一本不错的漫画，就是很值得我去等待。它的画风非常非常的精美，故事也非常非常的迷人。最近我都读过什么漫画呢？感觉最近读的漫画还蛮多的，但是我很多去读的一些漫画呢，都是一些比较大众的漫画，所以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里面就是告诉我大家都在看什么样的漫画，可以是一些很火的漫画，也可以是一些你觉得还没有被人找到的很好的宝藏漫画，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里面推荐给我们哦。总之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然后以这样子的形式跟大家见一个小小的面。然后呢，说到4月23，我就想到4月24日是 INTO1 的一周年生日。然后呢，4月24日 INTO1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感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 INTO1 刘彰，愿大家都能遇见自己喜欢的漫画。